今次呢部电影里面我的角色叫做程一彦，可以话佢系老千诈骗罪犯。今次呢部电影里面我的角色叫做程一彦，可以话佢系老千啦。佢本身系一个建筑师啊，佢系因为好难赌啊，所以争落好多钱，后来冇办法偷渡嚟咗香港，可以重新嚟过。他初初找嘢做咧，佢系想嚟到香港又做翻建築師呢樣嘢，佢想起樓，點知佢變咗炒樓。我要將嘉文炒上90,000。咁後來就俾佢認識到喺戲裏面叫曾劍橋嘅角色，就係任達華做嘅。呢個人幫程一彥揾到第一桶金，咁然之後後屘再變成一個金融市場詐騙罪犯。我相信人都需要有一個希望，但是我就會成日覺得你不可以強求，因為這個希望未必會這樣出現。我相信不只是程一彥，我相信每個人都有弱點，即是不是一些事你想這樣你就會這樣發生，如果不是我們不會叫無常，即是生命無常，即是很身不由己。我覺得每個人都是的，你不覺得嗎？